胸部偏下啊，痛，好像痛在肋骨上面，肋骨上面啊，我看到一个飞碟啊，在撞，跟，胸部撞了一下啊，然后再，然后撞了一个，推了一下一个的，又在转的时候又撞了一下啊，就这样，飞碟在转，嘣，撞了一下，嘣，撞了一下啊，在肋骨上面，嘣，撞了一下。嘣，胀了一下啊！为什么胀了？那个远处的那个饮食啊，飞过来的时候产生的压力波啊，压力波就把那个飞碟往前推了一下啊，嘣，胀了一下，然后他又回过去啊，努力的回到原位上啊，又胀了一下啊，又胀了一下，又胀了一下，啊，又胀了一下，又胀了一下，这个说明呢，个饮食啊，离地球已经很近了啊，饮食。离我们地球很近了啊，因为从高维空间过来的，现在不知道那个，那地球上的人有没有观测到，我还不知道啊，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观测到啊，我们看后续的那些报道啊，看有没有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高维空间是有啊，我们一般的人能不能看得见不知道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